今天阿利到你家，要拜访一家十六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杨雅云是这一大家子的女主人，所以今天阿利要教这位贴心婆婆如何利用饭后一杯茶来和四位媳妇交心，分享女人的心事。欢迎您收看《三代之间》，3月开始，阿利会到您家哦。